仅用作现存住宅的建筑物穿上了超前意识的半透明外衣，过去和现在共存的高高耸立的这座建筑物就是作者的散步路社区中心。冠上想家的作品名，整座建筑物重新诞生成为一件新的艺术作品。以建筑物旁边的灯塔作为主题的装饰塔，蕴含着西归浦社区能够成为西归浦文化艺术共同体内中心的祈愿之意。在中心内部的艺术商店，把乌托邦路的参展作品制作成小模型，正以文化商品进行销售。可在此处先了解一下将要见到的作品后再继续前往。档案馆中正展示着按乌托邦路小主题森林、房屋、海、路等四个圈域区分的拍摄项目进展过程和已完成作品的视频、照片等。看完全部作品之后，再前往藏有下一件作品的赛奇金公园吧。